将开始下面公布选手比赛场地：安阳、孟姜二号台，李恩、妙儿、戴乾隆三号台，郑仁恭、马红军四号台，刘恩熙、孙荣泽五号台，马鑫、吴京六号台，薛宝成、李桂泉七号台，刘正杰、吴晨星九号台，陶洋洋、张建刚十号台，赵若彤、李鹤文十一号台，杨晓明、樊朗彤十二号台，赵启明、李志刚十四号台，张泽征、冯立十五号台，王潇、齐国孝十六号台，杨茹、臧东旭十七号台，单宏宇、陈意涵 TV 台。请还未进场的运动员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显露。赶紧打电话，我们就把那个，不是去店里，去店里看嘛，他那个也报警了，他那个店里都有，上面都有一个标的价格，你就按价格卖。杨总，那领结没带上啊？嗯。嗯外套都放在储物箱里了，外套。放在储物箱，下面就有一箱。
失散、先战散、秦皇岛战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一至八组第五、第七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，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安阳、孟江。三号台，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李恩妙儿、戴乾隆。四号台，裁判员叶七夏，运动员郑仁恭、马红军。五号台，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刘恩熙、孙荣泽。六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马欣、吴京。七号台，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薛宝成、李贵全。九号台，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刘正杰、吴晨星。十号台，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曹阳阳、张建刚。十一号台，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赵若彤、李贺文。十二号台，裁判员郭翔，运动员杨晓明、樊朗彤。十四号台，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赵启明、李志刚。十五号台，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张泽征、冯丽。十六号台，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王潇、齐国孝。十七号台，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杨如、臧东旭。TV 台，裁判员冯雅琪，记录裁判员张湘云、张星星，运动员单宏宇、陈意涵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一局杨总胜，一局一局精彩的啊，离开了啊，对，太吵了。Thank you.
第二题，习读笑话题。羊驼开球，第三局张无胜比分21。
三局王笑开始。
杨武胜一分，三比。第五局，杨龙开球。
三比。上工序开始。七步上。第六局，上轮对上，比分三比三，三局平盘。第七局，杨虎开球。
方向很久。七局，三王局上，四局三。第八局，上宫去。Thank you.
能够开球。第八局，齐国校开球，比赛时间1:30。什么？延迟。比赛时间。
八局，齐州校区比赛第五轮。九局，王潇开球。三分结束，比赛继续，第十局张龙旭开球。
分打分之一。第十一局，杨卢开球。
12点上半区开始。那么在上半区上比赛7-5贡献。